小朋友们，你好！今天我们要学道德。首先，你们先拿出来道德课本，然后你们看一下第31页，第31页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学关于我守规矩，我守规矩，I behave myself。来，我们看在这里。看，有一个男孩和女孩，这女孩子呢都坐好。你看，她说：“我有规矩，I behave myself。”在别人的家呢，我们要守规矩，We have to behave ourselves。像这女孩一样，我们要坐好，不可以跑来跑去。你看，像这男孩一样，你看他在别人的家，在沙发上跳来跳去，这男孩棒吗？没有是吗？我们要像这女孩子一样，要做好，要守规矩。好。现在我们看下边的练习，你看，谁没有守规矩？圈一圈，Who are not behaving themselves? Circle them。来，我们先看第一的图。你们看，这男孩子在爬楼梯，这样爬，对吗？不对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不可以像他一样，没有棒，是吗？我们就把它圈起来。好，好，然后你们看，还有在哪里呢？在这里，你看这男孩子在沙发上爬来爬去。在别人的家爬别人的沙发，这男孩棒吗？没有是吗？我们也圈他，我们要像这女孩子一样，在别人的家我们要坐好，不可以跑来跑去，也不可以跳来跳去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练习就做到这里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